啊，有你有关心我，有关心你，大家电视是发生什么事了？辛苦谢谢谢谢，小心小心。今天终于看到你，谢谢阿娘好，你好，往他的位置整理得好漂亮哦。好整齐，他本来就很好的，对吧？可是他这次精心计划又帮他，又帮他再整理过了，再整理，应该是有，谢谢有奖杯的，哇塞，哦，大家做得好美哦，你好啊，这个也是得奖的，但是还是有点老旧，以后再可以再稍微再整理，小小的整理一下，哦，今天生意很好哦。对啊、今天生意兴隆哦。如果要改建的话，其实是可以的，但是就是现在的房子哈、哦，改建以后就会变小啊，摊位就会变，一楼就会变小。不能往上吗？往上 OK， 但是对啊，建蔽率会变小，所以很多摊市场很难改，就是有一些摊就要到二楼，那就会大家意见就会不一样。但是市场已经56年，然后摊商非常的努力，把他们整理得非常好。但是建物的确是老旧，那我们也希望摊商他们形成共识，那有需要的话，我觉得可以慢慢一步一步往将来改建的方向走。所以重点是在于要先做方向的确定，然后从现在开始去做未来的规划。